龙从咸酥鸡摊前排到路口，底下开始摆摆到大概快十字路口那里。鸡排、咸酥鸡，看到什么加什么，加加加，桌上一个个篮子叠了两三层。一点开始卖，那上面没熊哦，都是肉啊，都是白。工作人员手没停过，还是无法消化摊位前包围的人潮。这空前的盛况，素食店也有。到不管到哪一间都要等超久的，然后德来素这条路口啊，旁边还有警察在指挥交通。排到需要靠警察指挥，整个埔里在这个晚上，从咸酥鸡到素食店，连菜市场只要是卖肉的都被扫光。其实每个街上，你是基本上想吃肉都买不到，像僵尸啊，对。食肉大军一涌而出，肉肉肉，就是要吃肉。因为整个埔里镇八万人为了十二年一次的法会来吃素。开始会啊，大家是习惯之后就还好，但是还是一定要吃肉啦。因为本人还是有那个食肉主义啊，实在是苦了肉食主义者。整整七天，不少荤食店家改卖素食，整个小镇几乎找不到肉，有人更直接关门。街道相对冷清，对比接近当天十一点一开荤，民众不管三七二十一，时间多晚没关系，大家出门找肉吃，实在有趣。就还蛮热闹，很挤，很有过年的感觉。这有肉就有人潮，见肉就抢的画面，也让网友笑称埔里镇民想肉想疯了，到底是饿多久？接着我想。陈水山警察南投采访报道：蔡政府关中天，言论自由已死，新闻自由已死。请立刻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中天电视 YouTube 频道。